你速速归我家。缘分已了一刀片。李香琴同谭炳文成日都会以情侣档登台唱歌，呢一首《你回来吧》成为咗1992年电影《黑玫瑰对黑玫瑰》入边最经典一幕嘅插曲，相信八九十后都一定会听过。1998年的《缤纷友情三十载》金曲演唱会上面，更加唱了《离别的叮咛》这一首经典名曲。为着你双手，把一切抛于脑后。2002年的金曲满天星演唱会入面，他们亦都合唱了《携着你双手》，估不到二人相继离世，绝对是香港娱乐圈的损失。